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？禁区中的打工蛋神秘失踪了呀！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说，打工蛋被无情删除了，我们一辈子再也不能见到打工蛋了。伙伴们，错错，大错特错！小伙伴们，其实打工蛋并没有删除他，只是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。难道你们不好奇打工蛋藏到哪里去了吗？小伙伴们，我想问问大家，我还没说，如果你知道打工蛋藏到哪里去了，可以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我看看多少人知道打工蛋藏哪里去了啊。众所周知，打工蛋非常的爱睡觉，打工蛋的老家就是在摩天轮的下面，可是啊，打工蛋的老家被一条摇摇车给代替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难道你们不好奇那个爱睡觉的打工蛋躲到哪里去了吗？小伙伴们，今天我总算发现了打工蛋藏到了哪里去啊。众所周知，打工蛋的家藏在了禁区里，打工蛋在这里消失了。伙伴们，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？我们走进传送门里，你会发现打工蛋原来藏到了小黑屋的角落里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在这里坐着呀，所以伙伴们，打工蛋被我找到了，他躲在小黑屋里啊。